吗？警方凌晨接报，天水围天颂苑一名十二岁男童怀疑从家中堕楼，送院之后证实死亡。据了解，就读中一嘅死者最近因为学业问题而唔开心，呢宗亦都系四日内第三宗学生怀疑自杀嘅个案。男童生前就读位于屯门嘅中学，话全校师生对事件感到难过，学童成绩等各方面都表现理想，校方已经安排教育心理学家同社工向学生提供辅导。教协建议教育局立即成立跨部门专责小组，同检讨现时教育制度过分侧重学业嘅弊病。教协理事田丰泽有批评教育局冇即时跟进计划。我其实觉得佢个回应几凉薄嘅，因为佢其实将成个责任推咗喺学校度咧，即系作为教育局长，其实佢又冇认真去谂过嘅。而家个问题其实系个制度嘅问题。教协话，由去年九月开学至今半个学年，已经有19宗学生自杀，情况非常严重。佢哋话好关注学生嘅精神健康。教协食饱啦。你唔系温书嘅咩？你又喺度上网？你而家好叻咩？考唔到大学嘅话，系咪死咗佢啊？叫你温习，你喺度玩机，你想点啊？你知唔知自己喺度做紧乜嘢啊？喂，陈伯。喂，喂，我上次借你嗰本通讯书，你几时还？我想死啊！咪玩啦，唔讲啦。总之你听日带俾我啦，系咁啦，我好多嘢做，拜拜。
you